生所求难尽数，朝雾花顺光阴俗，漫那黄尘寻归处，曾为他笑，曾为他哭，风雨满心路，牵引呼来要鼓舞，笑容犹在，回眸无处，心潮逐浪千百数，只把真情。曾相顾，茫茫人海皆愿渡，爱过是苦，爱过是福，阳光满心路，敞开心扉听倾诉，喜泪犹结今朝，竹浪千百树，只把真心祝。时段十公里之内，我骑车比开车快。哦，倒也是，连晨练都有了。是啊，我先走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我是去实习，懂吗？生怕人家不知道我有车是吧？那你怎么去呀？行了，你别管了。过马路小心着点儿。知道了。这么大还说这个？那会不会也不好打车呀？甭管了。上车吧，珊珊。不用了。头一天报道，别迟到了。珊珊，你能不能告诉爸爸，爸爸到底哪儿得罪你了？我从小就很难在家里见到你，您昨天晚上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结果是跟我一通大喊大叫的，不愿意我选择医生的职业，更不愿意我到燕大医院实习。我想知道为什么。为什么？你妈妈要是不选择当医生，妈妈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去世的，而且她所在的医院就是燕达医院的前身。
您是怕勾起伤心往事，所以才不愿意我选择医生的职业，不愿意我到燕大医院实习的吗？就算是吧，这还不够吗？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不想让我知道的理由？珊珊，您可以不告诉我，但只要我想知道，总有一天会知道的。停车让我下去吧。好好好，随便你。你出来实习，那个家伙没跟着你吧？哪个家伙呀？就是那个在学校里拼命追你的那个姓齐的呀。没有啊，我忘了有这么个人了，还提。妈不是担心吗？那个家伙以为他自己是研究生就配得上我女儿啊？做梦吧。凡凡，你要是找也不能找一个跟你干一行的，这次到了医院里头，可得当心那些个男医生。妈，我又不是小孩了，这个不用你提醒。妈，就你一个宝贝女儿，我还指望你给妈养老呢。你万一找一个不靠谱的，公共场合能不能不提这个？马老师好。嗯，你好。进来。魏老总，你找我？司马，这批实习医生的代教医生由你来担任，没什么困难吧？有。您能派别人吗？代教医生并不影响你向技术权威冲刺，你先带着，有事再说。还有，韩子航出国深造已经结业，今天就要上班了。你们两个是校友，又学的是同一个专业，对于我来说，一个是左膀，一个是右臂。今后你们要互相取长补短，好好配合。你要尽快把一些事情都交给他，早些从具体事务里脱身出来。为什么？帮我分担一些院里的工作，不可以吗？离开了心外，我可就什么都不是了。两者并不是不可以兼顾。理论上可以，但实际上几乎不可能。您还有什么吩咐吗？忙吧。你们先等我会儿啊。就那儿，左转过去第一间房子，您把东西送进去。里边应该有一个冷藏箱，把东西给我装满了，装好了到一楼来找我，我给你们发红包。那您不进去啊？这么点事儿，我就不进去了。里边要是有人问你们，你们就说是按合同送来的就行了。那要是什么？要是再有人问，你们就说不知道。进。给谁送的？这是啊，我们老板跟这医院签了合同，我们老板让我们把饮料送过来给你们喝。是吗？还有这好事啊？哎，你们老板哪位啊？不知道啊。这儿来，妈，您送到这儿已经可以了，就别再进去了啊。我可不放心，我得看看。哎，你是谁呀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你好，你也是来实习的吗？实习？不，我是来代陪的。啊，自我介绍一下，在下任秋，你是？啊，我叫巩凡，是来实习的。哎呀，我想起来，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机器人巩凡啊！
哎呦，你们学校的校刊我经常读，你的大作我读过好几篇呢。哎呀，真是久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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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位是？哦，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妈。我说实习生没有这么大岁数的呢。哎，伯母你好。妈，你看我也平安到了，你是不是该回去了？您母亲干嘛老这么盯着我呀？跟盯贼似的。不好意思啊。我说，以后少理这小子，妈看不上他。哎呀，哪儿呀？你这是，快走吧，走走走走走。这人怎么还拉着亲妈来当保镖啊？不好意思，让你见笑了。哎，没有。在哪儿点名？你先换衣服吧，换完了我带你去。我那……啊，应该在这边。啊，这这这这。啊，这个。谢谢。我要换衣服，啊！你不回避一下？你又不是换泳装，不就套件白大褂吗？再说了，这实习生休息室又不是女更衣室。好好。停车！快停车！开进去吧。不用了。珊珊。几点下班啊？不知道。要不要小张来接你？不用了，我不回去了。医院有住的地方吗？我住街上。哎，有事给爸爸打电话。你们家呢？对不起。早，院长。到齐了吗？还差半分钟。实习生巩凡报到。代为医生任秋报到。实习医生关山报道，对不起我。你作为一名医生，应该换好了白大褂才能站在这里，所以加上你换衣服的时间，你肯定是迟到了。连报道都迟到的医生，我们不需要。对不起，请原谅，以后不会了。我也做过实习医生。但我们那时候的条件跟你们现在相比，简直就是天壤之别。可我们那时候的年轻人比你们今天要懂得珍惜，根本不可能迟到。跟我一起实习的医生里边就有一个从来都不迟到的人。他虽然过早地离开了我们，但我们都以他做表率，永远不会忘记他。他的名字叫宋丽。大家大概很奇怪吧，我为什么在你们面前提一个陌生的名字？这个名字关山医生并不陌生。宋丽就是他的母亲，
希望你们尊重医生这个神圣的称呼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你们代教医生，我院心胸外科第一把刀，主任医师，司法不明医生。我再给你们介绍一位，进来吧。来来来来，院长，司法医生，我院的主治医师韩子航医生，刚从国外深造回来，你们大家认识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韩子航。韩医生也负责一些代教的工作，由你安排。嗯，没问题。我看你一直在门外，为什么不进去？我刚才进去会打断的，所以没进去。脑子还是这么快，来我办公室一趟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算彼此都认识了。实话实说，叶明辉院长让我来做你们的代教医生，我推辞过，但是没成功。现在既然我来做这件事情，那我就会采取我的方式。请你们记住我对你们的五个要求。啊，第一，撒开腿，只要听到呼叫，你就必须得跑起来。第二，管住嘴，对任何病人不能有任何承诺，一切都要等确诊以后再说。第三，别喊累，连续工作20个小时以上那是非常正常的事情，很有可能你们睡觉的地方不是床。第四，学会背 ICU 50个病例所有的症状都得背下来，啊，我会随时提问，如果答不上来那会很难堪。都明确了吗？好，那就开始吧。对不起，司马老师，您刚才说有五个要求，可您只说了四个。是吗？对，第五，张开嘴，啊，我喜欢不耻下问的人。来，跟我来，撒开嘴，跑起来。跟我来。负责看护好病人，你通知妇产科一起来会诊，你负责内外联络。是，送安好手术室。他犯了什么罪啊？涉嫌杀人。放心，我们已经通知了妇产科的王主任。哎，到了。你好，请问是妇产科的王主任吗？对。好，哈气，哈气，好，哈气，好，放松，放松，好，好，宝宝要出来了，好，哈气，哈气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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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好的，
下面请张警官来介绍一下郝林的情况。请进。嗯，来了。希望老师您要记录。好，谢谢。你也坐下听听吧。嗯，你请吧。这个郝林长期受到家庭暴力的威胁，在被丈夫殴打的情况下，顺手抄起手边的水果刀扎了丈夫一刀。从现场的情况看呢，属于防卫过当。孩子在婴儿看护室，那里条件很好，你放心。趁我还活着，能把我女儿抱回来，让我看看她。不知道。那麻烦你问一下张警官，我动不了。对不起，我的责任是在这里看护，你说的这件事不是我分内的工作。大夫，麻烦你帮我这个忙，我是个犯人，真不假，但我也是个女人，刚刚做了母亲，母亲想看看自己的孩子，这不过分吧？可没有院长和主治医师的允许，我不能离开这儿。那麻烦你把张警官请来，我问他，这可以吧？也许过不了多久，我就不在这个世上了。大夫，求求你。那好吧。那你待着别动。我现在这个样子。你好，韩医生。你好，关医生。真是巧，简直是无巧不成书。不过你现在的样子跟你早上的时候相比，简直是判若两人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是……啊，不不不，不知者不怪。啊，再说，是我先冒犯你的，应该是我向你道歉才对。不是不是不是。你怎么在这儿？郝林提出想看一眼他的女儿，让我来请一下张警官。我交代过给你负责护士以外的工作吗？对不起，司马老师，我就是来请示您的。我不听解释，赶紧回病房，快。司马医生，太严厉了吧？你没实习过？我当然实习过，所以我知道实习不是服刑。你认为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是服刑？啊，玩笑话而已，你别介意。你是代教医生，你说了算。我先走了。万医生，郝林不见了。啊！糟了，他去哪儿了？不知道啊，我现在看看他输液完了没有，人就不见了。他应该跑不远。找，快把他找着！小，
山呢，关山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？你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吗？对不起，院长。擅自离开岗位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。我知道，我错了。叶院长，郝林刚做完手术，他不可能跑远，应该就在医院里。我马上调集人来搜查，在我的人到来之前，以我现在的人手，想控制整个医院还远远不够，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协助，把医院所有的出口都封锁住。您放心，我们一定全力配合。郝林能够离开病房，说明麻药还在起作用，否则他根本行动不了。我想，就像张警官所说的，我们堵住所有的出口，防止他离开医院。等到麻药的劲儿一过，他也支撑不了多久的。尽管他走不了多远，但是毕竟已经是离开了病房，就很有可能感染。这样的话，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。事不宜迟，我通知保安部，配合警方，把住各个出口。你们几个人分头去找，从一楼开始，把整个医院给我搜个遍。院长，我有个主意。都什么事了，你还出主意？你什么事？这个事故是我造成的。院长，你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吧。好，你说吧。我们应该尽快想个办法，把它引向我们能够有效控制的地方，这样才能够又快又安全。你都不知道人在哪，你怎么引？可以制造一个理由。什么理由？去各出口再检查一下。你们俩继续监控手术室。是。院长，各个楼梯间已经封锁完毕，监控录像已经转接到院长办公室。那咱们走吧。各科室请注意，一名刚刚出生的婴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需要立即进行心脏开膛还原手术。手术过程中需要大量血浆，我院血库里面没有这个婴儿所需要的信息。婴儿的母亲郝林突然失踪，手术告急，请各科室人员迅速自查。院方向全院医护人员为这个婴儿征求献血人员。再播报一遍，各科室请注意，一名刚刚出生的婴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需要立即进行心脏开膛还原手术。手术过程中需要大量血浆，我院血库里面没有这个婴儿所需要的信息。婴儿的母亲郝林突然失踪，手术告急，请各科室人员迅速自查。院方向全院医护人员为这个婴儿征求信息。立即回到病房，我
我再说一遍，请你在听到广播后立即回到病房，千万不要一错再错，你知道这痛苦挽回的后果。请你在听到广播后立即回到病房。天哪，这才第一天。你哪儿那么多闲话？我这不替关山着急呢吗？这么着肯定是徒劳的，他现在应该去婴儿看护室。那应该在那边啊。完全正确，他要去为他女儿梳洗，那是唯一的目的地。明白，守株待兔。你还知道什么情况？没带到。肯定是他。走，去婴儿看护室蹲守。就这么一门啊，这可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，这地儿太利于蹲守了。行了，别贫了，我们坐下等吧。院长呼我，你们接着蹲守。您放心吧，有我们的。吴凡，你跟我来。你们自己注意一点。嗯。走。知道你会到这儿来，你去把我女儿抱出来。站住！照我说的做。你冷静点儿。
清楚了，用我的女儿换这孩子。你冷静一点，你现在这样做只会是错上加错。命我都不在乎，我更不会在乎别的。任秋，啊，快去报告院长，去外塞手术室，快！哎。院长，院长，院长，找到郝玲了。郝玲，她挟持了一名婴儿。什么？她挟持了一个婴儿？你为什么要采取这么极端的做法？事情本来可以不是这样的。不是这样，我杀了人，除了给那个畜生偿命，还会怎样？既然你敢于承担你所做下的一切，你为什么还要伤害他人？我不想伤害这个孩子，可是如果不这样，警察会眼睁睁看着我从他们眼皮子底下逃走吗？为什么要逃？为什么？我宁肯让警察一枪毙了，也不愿意在那种地方替那个畜生偿命。不能让我的女儿一生下来就成了孤儿，不行！你这样做真的是太傻了。就算人是你杀的，但你刚刚生完孩子，法律有明文规定，哺乳期的妇女是不会被判处死刑的。你少跟我废话！想用这种方式跟我拖延时间是吧？你休想！你快点去带我见我的女儿，要不然你会后悔一辈子的。好，好，那你跟我来。孩子需要急救，已经转到外三手术室去了。你可别跟我耍花招。哎，你小心孩子，走。院长，劫持婴儿这种事情会在社会上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，必须强行制止。如果我们说服他放弃极端做法的话，你们还有必要采取强制行动吗？如果他能向我们警方自首，我们当然会按自首行为来接受的。可不可以给他一个机会？要保护好孩子的安全。郝林，麻药劲已经过了，你坚持不了多久的，你把孩子给我吧。不行，在我跟你女儿输血之前，我不会把这个孩子给你。你和我都没有其他的选择，郝林。看来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别给我编故事。你不是就想让我束手就擒吗？我不会杀他，那么容易就钻到你们的圈套里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谁都不信，只信我自己。快，带我见我女儿。快！看得出来，你是爱孩子的。我说过，我不想伤害这孩子。
除非你们逼我。没有人会逼你，我们跟你是一样的，都是为了保护这个孩子不受伤害。其实我们是可以沟通的，你看能不能这样。在我见到我女儿之前，我什么都不会答应你。进去。快点。二楼的病人都已经转移了。好。我们的方案已经拟好了，能不能联系到手术室的人配合我们一下？等一等，张警官，有异常情况，他们立即会通知我们的。我的孩子，那是我的孩子，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救救他，求求你们！请你平静一下，我们一定会帮你营救孩子的。把我女儿弄哪儿去了？我女儿呢？你们把我女儿弄哪儿去了？冷静，冷静，冷静一点。你女儿就在旁边，你现在可以放下你手里的刀，把这个孩子交给我。不行，我要见到我女儿。你听着，你必须要先放下这个无辜的孩子，让我们交给他的母亲，然后我才能让你见到你的女儿。我要见到我女儿。我要给我女儿梳洗，我不想在我女儿生命垂危的时候听你们在这说废话。快点！郝林，你其实根本不用担心你的女儿，她没有先天性心脏病，她很健康。什么？挽住你的手，让世人。